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别去嘛，他们根本就没把你放到眼里，你直接去送死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明白？曾经想杀了你，不可能！我早就告诉你，他一心想要捅死你，巴不得你和你阿爸早点死。 罗桑，带他上山。I love you. 你说什么？ I love you. 走，走。 张鑫，我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没有任何出路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也对不起九龙湾。现在想要活命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投降。如果你们想下山，我不会拦着你们。哎呀，张鑫，你别说了，我们盛世九龙湾的人。 四世九龙湾的鬼，扎西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向民团投降。对，大不了我们跟你一起去见虫草老爹。扎西，咱们是兄弟，死了也要跟你一起当马贼。大头领，大头领，不好了，卓玛小姐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睡着了，我醒了之后。 卓玛小姐，蒙波，给我滚出来！卓玛小姐，蒙波，为卓玛小姐的话，蒙波他不在这里，这里的民团现在归我指挥。什么？桑吉阿库把民团给你指挥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图兹老爷为了救卓玛小姐平安回去。 所以派我来，因为只有我才能带人进古巴拉村。不可能！你以前伤过我阿爸，阿爸不可能让你来。是，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土司老爷的事情，不过我已经改过了。我今后只忠于土司府，忠于土司老爷，还有卓玛小姐。卓玛小姐，我以前。 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可知错能改，那不是好事情吗？所以，也请卓玛小姐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人。好，那你现在马上下命令，撤出巴拉格宗。可是我接到图斯老爷的命令，是杀死扎西，剿灭马贼啊！我说过了，现在命令改变了，我可以跟你们离开这里，但是必须放过扎西。 要是土司老爷追究下来，这你放心，回去我会告诉阿爸，不但不会追究，还会给你们奖赏。
好吧，既然周马小姐下命令了，那我听你的。索拉，所有的士兵现在都听我的，今晚马上撤出巴拉格宗。班长，周马小姐，你看天都这么黑了，还是明天再撤吧。那好吧，明天一早撤兵。是。周曼小姐还跟你说了什么？周曼小姐让我告诉你，说矮狼扑油。矮狼扑油。I love you。你说什么？他说那是洋人说的话，就是意思是我爱你。在这保护你，请小姐先回帐篷里，外面危险。他人呢？小姐，你还是先回帐篷里吧。这子弹不长眼，万一伤到你，我们命可就……不是，小姐，你不能出去。小姐，你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千万不能出去。你要给我让开！哎，小姐，你听我说，您出了事，我们的命可就……呀！给我拿这个！
我可就真不客气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，老爷他……索朗，隆多大管家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把卓玛小姐救回来了，想向土司老爷讨些赏钱。你，索朗，在外面等着。卓玛，哎呀，哎呦，卓玛，我的好女儿啊，你可回来喽！哎，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没有。让阿爸看看，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卓玛，你可回来了！你知道这几天，你阿爸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一脸不高兴啊！索朗，拜见土司老爷。这个马贼怎么跑到我的府上来了？老爷，索朗说是他救了卓玛小姐。是他救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，三千老爷，还是你跟土司老爷解释清楚吧。啊，哥哥，是这样的，蒙波回来说，扎西马贼走进了巴拉格宗大峡谷，可那里根本就没有路可进。为了尽快救出卓玛，我就让他带着民团去了巴拉格宗大峡谷。桑琴，他是个马贼，背着我把我的民团交给这个马贼，他还打伤过我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他是个马贼，可他是来投降的呀。再说他要改邪归正，再也不做马贼了。是啊，土司老爷，我以前是个马贼，但我决定改邪归正了，我是来投奔你，任由你处置。管家，在，把他拉出去，给我千刀万剐。是，小姐。等等，你为什么出什么事了？阿爸，扎西死了。就那个马贼。
贼扎西。我亲眼看着他跳了山崖，都是他害的。不是我，卓玛小姐，我只是在执行命令。段小磊，你快说话呀！卓玛，是这样的，我让索朗去杀死扎西，救你回来。哥哥，剿灭马贼，救回卓玛，可是你下的命令啊！是，是我下的命令。卓玛，我的女儿，你听着，这件事情，你不是怪我，就怪我，不能怪别人。阿库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和索朗害死了虫草老爹？卓玛。这样的玩笑可不能开呀！我已经向你阿爸解释清楚了，你可不能受了扎西的蛊惑。老妈，这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不是你阿库做的，你怎么能怪他呢？索朗，你说，在赛马场上，扎西劫持阿爸，是不是你和阿库事先商量好的？你说呀。说。不是，是，是扎西的主意。扎西说：“屠斯老爷抓走了虫草老爹，只有用屠斯老爷的命才能救回虫草老爹。这都是扎西的主意。”你胡说！扎西，扎西亲口跟我说了，就是你、阿库还有那个马贼格赞，他们一起密谋好的。卓玛，马贼的话你也相信？哥哥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扎西的话，那你就下令处死我吧。桑吉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卓玛是个孩子嘛，他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？阿爸，这可是扎西亲口对我说的。你可相信一个马贼的话，也不相信自己的阿库，他是你的亲人。阿爸，你可说过扎西是个有良心的马贼啊？是，我说过。哎，有良心的马贼，他终究还是个马贼嘛。好了，给阿库赔礼道歉。等等。处置什么？你这畜生！屠斯老爷，你仔细想一下，如果我想杀死卓玛小姐的话，我有太多机会下手了，我怎么会把她完好的送到你面前呢？对呀，哥哥，我们应该相信她。阿爸，你不要相信她的话。卓玛，既然你能够平安的回来，那就是白度蒙显灵啊！不要再去责怪别人了，要学会宽。啊，来，向你阿库赔礼道歉。卓玛，你卓玛，不不不，哥哥，卓玛还小，他只是受了扎西的骗，我不会放在心里的。那只好让你受委屈了。啊，没有没有。仁慈的屠斯老爷，求求你，看在我救回卓玛小姐的份上，您就让我留在民团吧。我真的决定改邪归正了，再也不当马贼了，哪怕就当个小兵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人必须走。屠斯老爷，扎西你都可以原谅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呢？求求你了，让我留在民团吧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救了卓玛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多给他拿点钱，让他走。屠斯老爷，屠斯老爷，索朗，起来，跟我去拿赏钱。桑吉老爷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跟老爷说，让我留在民团吧。桑吉老爷，你求求屠斯老爷让我留下吧。桑吉老爷，你求求他呀。屠斯老爷，屠斯老爷，求求你让我留下吧。屠斯老爷，屠斯老爷，求求你让我留下。屠斯老爷，桑吉老爷。你不能不理我，
是，那些民团士兵都怕土司老爷，他们都听卓玛小姐的，我没有机会下手啊。那你回来为什么不到我府上来，还到土司府去？我看你是不怀好意。不是三家老爷，不是我想去土司府，是卓玛小姐她直接回家了。我怕她说出对你不利的话，所以就跟着过去了。我要是对你有爱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三家老爷，我抓到一个马贼，就关在你府上的地牢里，你可以亲自去看看。在我府上逃跑的那个小奴隶，罗三也在吗？在，就是他。我陪您到地牢里去看看。用不着。哎，三姐老爷，您就让我留在这儿吧，你以后用得着索朗的。罗辑发话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三姐老爷，你帮我求求罗辑老爷，让我留在这儿吧。你就别烦我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三姐老爷，格赞已经不在了，你身边总要有一条忠心的狗吧。索朗，我没杀你已经不错。你想想，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先做得完美了。哎，三姐老爷，索朗，咱们还是走吧。索朗，你跟我进来。三姐老爷，现在有七八个火头都愿意。索朗，到外面候着。是，三姐老爷。马贼，三姐老爷，你怎么把马贼？不要管他，说说，其他火头是什么意思？已经有七八个火头都愿意了。嗯，很好。这件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，绝不能露出马脚。是，老爷。蒙波，在。索朗这条土狗已经没用了。我明白了。还有一条小狗，也不能让它活着。是。索朗。索朗，桑吉老爷让你回来。索朗，阿爸，卓玛，今天你说的那些话，阿爸很不高兴。你怎么能相信一个马贼的话？我不光怀疑他，我还怀疑你。你怀疑我什么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扎西的阿尼和阿妈是不是你杀的？我看你真的是恶魔缠身了。卓玛小姐，老爷身体还未恢复。你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。我问你，十几年前阿爸是不是派你去杀过人？卓玛小姐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向菩萨保证，老爷从来没派我去滥杀无辜。卓玛，你这些胡言乱语的话是不是那个马贼告诉你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我就知道是他，幸亏他死了，他要是不死，我不用派人，我自己亲手就杀了他。阿爸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我向万能的菩萨保证，我没有杀过他。小姐，请你相信你的阿爸。阿爸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阿爸不怪你。我难过的是，你怎么会相信一个马贼的话？现在他已经死了，我
我也没办法找他去澄清。你看看你，还在提他，恶魔上身了，去，请一个巫师给他做做法，去去仙。啊，是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老爷，老爷，索朗走了。走了？啊，这个比狐狸还狡猾的马贼，一定要抓住他，不能让他活着。哎，我派民团去抓他了。听索朗说，抓住几个马贼，关在地牢里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带您去看看吧。行。向阿库道歉。你就是弄错了，被狡猾的扎西骗了。扎西已经死了，就不要再提他了。我来是请您把他放了。为什么？他可是……为什么？请阿库答应我好吗？如果阿库不答应我，就证明还在记恨着卓玛。阿爸的意思吗？不是。如果阿库答应我，卓玛一定会感激。阿库，以前我在阿爸那儿说过的话，以后绝不再提了。他的伤疤，老师，你们一定要见机行事啊！好的，好的，都要注意一下，听到了没有？没错，特别是你，一定要注意的。放心吧，放心啊！哎，别出手。还是不明白，咱们为什么要去求桑吉啊？找个山头接着当咱们马贼，不是挺好吗？兼赞家是八堂的贵族，怎么能当一辈子马贼呢？可是，就算咱们能留在民团，那也当不成贵族啊。这，你还不懂，慢慢的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总说跟着你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可现在这一天马上就会来了。不是，我到底得等到那……嘘，
回事？有马贼伏击！马贼，哪有马贼？啊，快走！快走！快！驾！快走，马贼！驾！驾！伤怎么样？中了一枪，要把子弹取出来才行。要取子弹？是。去，把那个杨大夫给我请来。是，老爷。真是条硬汉子，中了一枪，竟然还能跑回来。哥哥，亲爱的哥哥，听说你遭到伏击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儿。多亏索拉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兄弟俩就天各一方了。索朗，他怎么？你告诉他，回桑吉老爷，索朗大头领自认为我们作恶太多，所以带我们去金丹寺烧香祈祷拜佛，请求佛祖的宽恕。可当我们走到诺西村的时候，发现有一群汉人袭击土司老爷，索朗大头领就换上土司老爷的衣服，把他们引开了。话要对你说，他都伤成这样了。
的本性是改不了的。哥哥，您不能收留他呀。桑吉，我已经犯了一次错了。白杜母告诉我们，要能原谅你的仇人，更何况他还救我的命。可他……不要再说了。这孩子想悔过自新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个机会。再说了，一个牧人怎么能把一只迷途的羔羊赶出羊圈呢？我只是想……哥哥说的对。哥哥，到底是谁伏击了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一通耳光枪就想要我的命。有了白杜母保佑，哥哥是不会死的。依你看，会不会是马贼呢？除了马贼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现在，哈巴雪山和九龙湾的马贼都被消灭了，只剩下杜鹃山和普达措的马贼，一定是他们干的。不管是谁，我一定要剿灭他们。巴东的事先给我放一放。葛火头把该交的枪支、弹药、粮食马上都给我集中起来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去。卓玛小姐，谢谢你。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来。吃点药。来，还是让我来给你擦一下吧。哎，别，卓玛小姐，我只是一个奴隶。奴隶也是人呀。卓玛小姐，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累。你放心，塔德赏不碍事。卓玛小姐，让我来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真的没事。为什么？我会照顾人。你看，我把我们连长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以前都是伺候别人，还从来没有人伺候过我。这不叫伺候，这个叫互相帮助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洛桑。你呢？啊，许建荣，从井冈山苏区来的。井冈山？井冈山是什么地方？沈父，请您马上去一下土司府。管家，你胳膊怎么了？阿爸呢？啊，小姐，老爷没什么事，是索朗受了伤，请神父去取一下子弹。哎，不，神父，不要去，索朗是个坏人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的原则是先救人后审判。走吧。小姐，我们刚到诺西村就冲出一伙马贼，他们要杀老爷。哪里的马贼？不知道，幸亏索朗救了老爷，要不然……不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驾！驾！卓玛，这事儿你想多了。他为了阿爸挨了一枪，这是装出来的。你想呀，他怎么会知道你去金丹寺拜佛？他为什么刚好就在那里？依我看，说不定就是他搞的鬼。卓玛，等你以后当上了土司，一定要记住，心里要学会包容人，不能总是把人往坏处想。阿爸，我没有把他往坏处想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坏人。阿爸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在九龙湾的时候，他竟然敢欺负我，还开枪把你给打伤了。在巴拉格宗，他明明答应放扎西一条生路，可最后他还是逼着扎西跳了山崖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看他简直就是一个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魔。你说你小小年纪装了这么多的仇恨，这可不好。神父，子弹取出来了吗？取出来了。没有麻药他都能挺得住啊。是的。你听听，
多强硬的汉子。我看他就是咬人不露牙的恶狼。卓玛，你的善良都到哪儿去了？阿爸，你总不能把一头恶狼当成忠心的狗吧？那你这样对待我的恩人公平吗？神父，你说说我的孩子怎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尊敬的土司老爷，小姐的心并没有变，只是她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昨天我看见她一个人在流眼泪，她的心装满了痛苦。要我说呀，就是被那个马贼扎西给迷惑了。阿爸，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这么说扎西。当着神父的面就这样跟阿爸说话？在遥远的神明雪山绽放美小姐靠不住，桑吉也靠不住，就连多吉老爷也靠不住。要想活下去，只有靠我们自己。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？我的爱情刚刚开始，为什么这么残忍的就把它熄灭了？